真的很好用。对，一会儿我们介绍到的时候，我就给你。Hello。嗨。哇哦，看到好鲜呐！来了来了，我可以直接来吗？可以，直接进来。我们王菲菲来喽！来喽！哎呀，你每次穿衣服都好好看。来，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王姐，王姐，王姐来了，王姐来了，王姐今天给我们带好东西。对，王姐今天穿的比较可爱一点啊。是啊，你今天风格跟平时不可爱可爱路线的，对对对，布灵布灵路线的。之前是那种就是很酷的那种姐姐路线，就是那种很飒的那种感觉。对。因为今天毕竟是我是 Moonshot 大中华地区气垫代言人嘛，哎、是不是、啊、哦，我知道了，你今天是有配色的。对，我是精心挑选的。哦，bling bling， 我也应该穿个紫一点的 ，bling bling 的。对，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品啊，嗯，哎，其实我们，我，你知道我身边好多就是我同事啊、哦嗯，他们都看你的那个开箱，哦，开箱是，就是你的东西太种草了，就是你推荐的东西就是又是很便宜的。嗯，然后又是特别特别好用。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我在小某书上刷到的，就是你的一个开箱视频，就超级种草，就你自己平时很爱买。对，我自己淘、嗯、然后也有送我的，也有朋友介绍的、嗯、对，嗯，是的，就我都是自己用过觉得好用的。对，所以你知道今天王菲来我就比较放心，因为我想说你一定能讲得很好，就是我的压力会我们向你学习。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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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因为你自己就是本身也很会懂化妆啊、嗯、然后呢就是这种彩妆的东西啊，包括搭配啊，然后买买买啊，都是很擅长的、嗯、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听菲菲来推荐一下、嗯、他们说你可以完成单口相声、啊、是没有，那可能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嗯、诶，是不是主播要下播了？我觉得他一个人就可以完全搞定，你知道吗？不需要我来讲这些产品啊！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雪莉。对，好，我们送走了。我今天你来主场，我就做嘉宾，我可以少说一点点了，对不对？其实上次我们粉丝节的时候你来了吗？好久没见。那次那衣服我也好喜欢，就是那个泡泡袖的花花的那件，是花花的那件。哦，那哎，我为什么每次见你都是穿很隆重、很少女，就是比较少女一点。对啊，那你平时风格是什么？西装啊，就是西装酷一点点的。对啊，反正两次都是花花少女风。对，有没有？但有感觉这次是不是比上次瘦了呀？瘦。我最近就是在录演员的节目嘛。啊。怎么样？看了你那一期，就是难不难？然后，我觉得演得很好。我看了片段，就是反正就是很难，我觉得就是很难，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就是之前就有演过一两部，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懵懂的时候演的，也不知道自己演过啥，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就是对。就压力太大了，就压力会比较大，压力非常大。没关系，雪梨表演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也很觉得表演很难。我是觉得表演是，就是我觉得是感觉是最难的，就真的就特别难，就是难度很大。我平时拍一个那种短视频让我演点什么我都演不出来，就是更别说就是真的你要就是真的有张力的，有张力的那种表演，又是舞台影视化，是的呀，而且又是你那个又是有在比赛的那种，有竞争在里面的，就压力会更大，比跳舞唱歌要难很多。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开始还担心来了不熟络，要不要一个小游戏来促进一下感情，结果发现完全不适应。我觉得有很多好聊的，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都是很爱买，很爱就是女生的话题，你知道吗？而且去演员的节目，就是因为你要经常熬夜，我刚录完，就在杭州，刚录完，离我们家很近，三天都是早上5点才睡，然后8点就要起，就只能睡2-3小时，一直要背台词什么的。我每每次就是一排练，然后就已经就是我的妆发老师就是不需要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跟着我，然后我就得自己一个人一直在排练，一直在排练，所以就是需要有这个星空气垫了。随时补妆，随时保持好的状态。然后开始了单口相声，粉丝很了解你，都是很，你们是不是都看菲菲就是拍那种购物分享跟开箱的？反正我之前是有看过蛮多的，就是真的就是好种草。我有天刷到一个，有个女生，她那种标题都是很夸张的，什么。我终于入了什么王菲菲同款，什么入坑不什么入股不亏，对，入股不亏什么，然后他就好像买你推荐的一个面包还是什么啊，面包还是面包，对，我就看到一个
就好多人跟着你嘛，就你真的太会安利了。就是姐姐那个节目，我自己是也是吃到那个面包就，我想说天哪，为什么会如此的蓬松？为什么会如此的？我想买来吃一下。下次我们给你推荐我们的面包。好了好了，我觉得我再不打断你们，我们就结合进行不下去了，就变成那种姐妹的聊天，开始互相种草。对，真的，面包你也买了，我回去我要买一个尝一下。对，那前面呢我们其实是有个互动小游戏了、互动小游戏。然后是这样子的，它是由我们一方先做一个动作，然后另外一方呢跟着做，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新动作，然后就以此类推。动作叠加、对。让这么爱说话的人不说话比动作。我觉得他应该是游戏很厉害的人。哦，我跟你讲，我游戏黑洞。那你是游戏黑洞啊？我也是跳舞游戏黑洞，跳舞的动作。我是游戏完全游戏黑洞的，就是你让我跟他们玩什么狼人杀，我到现在连规则还搞不懂，就是用游戏我就不懂，就理解能力就比较慢了。别人说我是歌手，然后就是说什么猜歌名啊这种东西，我跟你讲，绝对猜不出来，就是一说什么什么，就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对，就是想不起来。那我就放心了。来，开始了。那第一，我先来，就是拍手，就这样拍一下，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好吧，拍手两下，好。你为什么我在想那么久？我在想比这种应该比这种应该，你想那么久，这种应该作弊吗？为我放水啊，要快一点。对，我第二个都得输了，我就说我是游戏黑洞吧。雪梨输了，那我再来一次啊！然后爱心，然后飞吻，然后再加你自己的动作。再加一个，好，我来。这个，然后抓耳朵，还有一个。呀呀呀！怎么就开始？这是在干嘛？就上妆，上妆啊！好像植入就开始了。就开始，那我一定就是在品牌方面前，我一定要把这个上妆动作给记住。然后是爱心，就看出我的迟钝了吧？然后是飞吻，抓耳朵，然后是。上妆啊，可以我就说我是游戏黑洞，我是真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所以两个都谦虚，最后看出来真正的黑洞是这边。我是真谦虚，感谢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点自信。我真的是吧，我就没有骗人，我就游戏特完败，有时候雪梨完败，我是真的，我就是玩任何游戏我都是反应特别慢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产品的环节了、是的，就是这一款呢，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之前我上过一次，然后我自己当有人说我是手脑跟不上，动作跟，所以像我这种人学跳舞啊学什么就特别难，肢体不协调。我看你那天哦，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每一个人都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过去。对，是的，可以不用切换下一个话题。来，我们这个 Moonshot 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啊，主角是他，就是我们的这款气垫，因为菲菲也是我们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嘛。对的。然后，而且菲菲本身啊，就是他是很会搞化妆啊，什么护肤啊这一类的，就很有研究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你要真的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一些上底妆的一些小秘诀。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气垫，我就完全是因为它的颜值，就 bling bling 的嘛，我就说哇天哪，这太美了，我说我试一下，然后呢我就买了两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网上我就买了两个色号，一个101，然后一买回来就sorry 怎么跟我就太白，你知道吗？就简直白到一个不行，我说好，我就给我白成这种样子。对，真的，101是适合你的。我是我的那个我在用的那个是101吧，我看一下，是的，对，我是101，你不是101，我很黑啊，你看也没有到很黑，但是这样很黑，看不出来，看得出来的，我就得用201，就比我的皮肤的色号应该是白一个，我觉得两度吧，或者是一度半啊，对，特别白的宝宝是用101，我是一直用，这个是我之前在用的啊，对，这个是我之前在用的，用过的，我是101的啊，就特别好用，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就它这个小尖尖的小三角的设计，就比如说你的眼下呀，还有你的鼻翼两边呀，对，就还有这个眼睛的眼角这边补妆的时候就特别方便，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的中指就很轻巧，
对，因为底妆很重要，然后像我们经常有时候去上综艺，然后有时候化妆师不经常能跟着你的时候，而且上综艺通常就十几个小时就一直要带妆的、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就是得要经常的补妆、但是你要一直补妆一直补妆，其实如果用粉底液的话它就你卡粉就会卡粉、然后而且有时候熬夜像皮肤就会变干燥，然后毛孔就会变大，然后就是这款气垫就补妆特别好、而且它遮瑕力特别的好，我也是超级爱它遮瑕、因为我之前其实跟粉丝分享过、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用气垫的时候，因为气垫一般比粉底液要轻薄嘛、然后我们上气垫的时候都要来来回回按很多次，有没有？对，就你一压然后这里就斑点又出来了，没遮住，然后再沾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就是画的其实挺累的，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气垫，甚至到就是你，如果你皮肤底子比较好的，你就是可以不上遮瑕的，就可以直接一遍过，对，完全一遍过的。对，它的妆效也是介于这个哑光和这个水光之间，就是非常微妙的这种妆效。对，其实我觉得它会偏，就是因为它的遮瑕比较强嘛，就是有时候它就是那个会偏更哑光一点的感觉啊、我觉得会更哑光一点、就看大家自己喜欢，如果你是喜欢特别水光的，那你可能可以拍水光的那种风格，但是我个人我自己平时你像我都是粉饼压得蛮厚的那种、对，因为我喜欢就是整个脸是那种比较无瑕的，就是没有小斑点的那种，然后呢我在用这款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你比较忙，然后出门的时候，这款气垫好在就基本上你可能四下吧，四五下整个底妆就好了，就很快速，啪啪啪啪，就是那种不需要你反反复复的去按压的，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它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它遮瑕非常非常的强。有粉丝刚刚问说这款气垫会不会拔干呀？其实不会，你看我们都是冬天在用它的，冬天在用因为它里面有加甘油，包括的丁二醇都是属于养肤型的成分啊。而且还有一个点，它里面是有烟酰胺的，所以菲菲，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够白的话，就可以多用用这个，因为它烟酰胺的成分是有亮肤的效果的啊。而且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小技巧，就比如说你想要你自己，我自己一般涂气垫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不知道就压特别大力，但我不是，我都是这样轻轻的点，就沾一点点，一点点，就是妆感一定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打，就少量多次，对对，少量多次，然后从中间你的这块慢慢的往旁边的去延展。如果你觉得你的整个的轮廓不够立体的话，其实可以再用白一点的色号，就打一点区域，对，打一点高光的区域，其实就是加白一点的色号，所以你的脸轮廓就会出来，就立体。是在建议大家入两个。对，我听出来了，但是建议入两个高手，这真是高手，高手带货高手。他的你是什么皮啊？干皮还是油皮？我其实是混油皮，我是混干，我是混干。但是我们其实都用的都是基本上其实本来如果就是本来有时间的话，我都想给大家卸妆，就是因为我马上上去你就马上能够看到那个效果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卸了妆之后，这里我自己是长雀斑的那种嘛，然后我就直接一秒就是按压上去立马遮瑕，我真的很喜欢它的这个遮瑕程度，因为它分子研磨的特别细，所以服帖度高的同时遮瑕力会更强是的，因为你知道在选气垫的时候，你既要选到一款遮瑕足够强，但是同时要稍微轻薄点不容易卡粉的，其实是比较难的。而且这一款我其实当时在选款的时候，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是因为它先是颜值吸引了我。它真的颜值，女孩子出门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想说你用的这是什么？对，朋友就是会问你的那种，就是这个是哪个牌子新出的吗？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拿出来，真的就是朋友就是会，首先颜值就碾压了，就是会比较好奇，这个是什么牌子呀？就是会有这疑问，因为它颜值真的很高，而且我自己当时在选的时候，我是拿到这个产品，在还没用之前拿到产品，然后又看了它的那个直播间的价格的时候，我都觉得已经很炸很炸，然后在用完之后就更加，我就说这么好的产品，这么漂亮包装，然后今天的价格这么给力。对不起，我们上晚了。我们要先报价格了、对对对对，先报价格。包装都是很漂亮，星空系列的啊。里面一个正装跟一个这个替换装。对，而且是有一些像这个价格它是不带替换装的。有些不带替换装。对，而且像这个它是韩国原装进口的，原价是含替换装的，原价是189块钱一套，就是两个。孕妇可以用的，然后敏感肌也可以用，然后直播间今天你直接领90元的优惠券，100块钱不到，
99块钱，天哪，还加替换装的，你知道吗？99块钱加替换装的，嗯、就你真的，你相信我，就是真的试一下，试一下。你看，有个宝宝说他上次买过，很好用，现在还在用，是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推荐、嗯、是真的，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绝了、嗯、还有人说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会买过这个、嗯、来我们把链接开掉，我们先上链接，然后呢那个教一下大家领券、嗯、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解决、嗯、就是解答问题、啊、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券怎么领啊，点开链接之后来往下滑，滑到雪梨头像的位置，点击领取90块钱的优惠券，再来下单，到手价格99，一个主品再加一个替换装啊，干皮 OK 的。嗯，是的，我是混干，然后菲菲是混油。链接已经开喽。然后色号的话，它有101跟201的，正好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色号，因为我其实有点黑跟黄。嗯嗯，对，所以我是晒黑的还是就是天生？不是，我就是天生的，我怎么白都白不了，我想尽一切的办法都白不了，只能靠气垫让我白。嗯，这个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白的宝宝呢，就拍20201。嗯，然后我呢是用的是这个101的。对，自然肤色选201，然后如果你想要白一点的，就我是那种就是。非常追求白的，就是我就是每次买色号买什么都是买最白的色号，就是哪怕就是跟我不是很服帖的，我也是就是一定要选最白的。不是、嗯、我 hold 得住，对，就是那种就很想要白，但是它真的非常的白，白到发光，白到皮肤都快透明的感觉。但真的我身边有、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白皮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买、嗯、其实买很多气垫他们最白的颜色都不会特别的白，嗯，但这款气垫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嗯、天哪，这简直就我的色号，用本命色号，本命色号，它就是冷白皮，嗯，但是它虽然白，但是它又是很遮瑕的那种，嗯嗯，保质期三年啊，那就是这个是101的这个感觉，如果你是那个发黄一点的皮肤的话，不是太黄你就拍101，如果说、嗯、比较黄的就拍201的自然色，是201，对，可以看一下，嗯，201的。这个持久度，因为像菲菲她是经常要录综艺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一天下来是十几个小时的，录节目的话十几个小时，她的持妆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嗯、不会拔干的，放心啊。嗯，里面有甘油。是的，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哦，有什么问题领一个90元的优惠券，90元的优惠券、嗯、这个价格太好了，还喊一个替换装，对啊，99元，嗯，99元一个正装加替换装，嗯嗯，怎么领券我再教一下啊、嗯、孕妇跟敏感肌都是可以的哦。来，点开往下滑，滑到雪梨头像的位置，点击领取90块钱优惠券。你的粉丝都叫你什么、嗯、我粉丝叫我什么，王姐，都叫王姐、嗯、叫我王姐。为什么、就是、这么接地气的称呼？因为她真的很姐很亲密，就是那种不是年龄的那个姐，就是气场，气场又有看你的舞台，就你的风格啊、嗯、造型啊，就是那种就是镇得住场子，对，然后就是我能罩住你的那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让大家就是很有信任感 啊, 啊。什么海南妹谁浇花是什么浇花是什么浇花就是像比如说像今天我这个状态就是浇花、啊、今天就是浇花、嗯、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宇飞哥，就我平时穿西装比较帅气一点、啊、他们叫我宇飞哥，就你的名字是跟穿着来定的。 对, 对，跟我穿着来定的，跟我的发型来定的。嗯，还有海南水果王，我对对对，确实别名很多，小名他们说你们明星都用这么便宜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好用？当然、啊、很好用啊，这个便宜不好吗？便宜又好用，对、啊嗯、便宜又好用才是真的好啊。其实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菲菲平时发的那个就是一些开箱的视频，他是真的有在买，然后有在研究产品、嗯、然后也是真的就是推荐很多就是又好用然后价格也不贵的东西、嗯、对, 对, 对、嗯、我看刚刚还有粉丝在问怎么拍，应该是菲菲的粉丝第一次来直播间购物的、嗯、可能不太懂，我详细的教一下啊。来，在这边黄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点击7号链接往下滑，滑到雪梨头像之后点击领取90块钱优惠券，再来下单啊。哎，这有一个你，这也有一个你，然后没关注的记得点一下关注，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是的，四号再说一下，特别白的宝宝就选那个101，然后呢、嗯、自然肤色的选201、嗯、201好吧。然后呢我们还是要抽波奖的、嗯、就是因为我们明星来直播间肯定是要来抽个奖的，我们如果想要 get 王菲菲同款的气垫的话，来我们的评论一下关键词啊。
星空气垫，因为它这个包装就是很漂亮的星空。对，那我们给大家抽一屏幕哦，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打错字啊，第一字要打对星空气垫，第二一定要关注雪梨，如果你的中奖在关注雪梨之后抱歉无效，而且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我截图的瞬间你正在关注或者正在分享也算对的啊，然后打星空气垫就 OK 了哦。准备好啊，抽十个宝宝，我们就一屏好不好，来准备好啊，三来你来 Q， 二一，很自觉的就开始 Q 了。完了，我跟你转过去聊天就糊掉了，再来一次啊，三二一，要打星空气垫哦，我看一下宝宝没有打对，有一个打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瓶七个有错的剔除掉之后是七个啊，然后一会儿我会再截一瓶来三个给大家补上啊，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啊，稍晚我们会在微淘进行公布的。对，然后还有三个名额，三个再刷再刷还有机会啊，记得关注，截图瞬间再关注也是 OK 的啊，来准备好，三二一，好，来前三个、哦、一二三，前三个都是对的啊，前面三个恭喜喽，恭喜恭喜。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波，其实还有一波抽奖，因为刚刚呢我们是抽了十个宝宝获得星空气垫的，接下来我们评论关键词来的王菲菲星空气垫，为什么要加个王菲菲两个字呢？我们会抽十个宝宝，除了送气垫一套之外，还送王菲菲的亲笔签名，亲笔签名照，所以还是抽十个宝宝，还是抽十个宝宝。来，我们打王菲菲星空气垫，不是草字头的菲，是雨字头的雨字头的，打错了哟，啊，千万不要打错哦。然后打对字，然后并且是雪梨的粉丝才可以参与哦，雨字头的菲。刚我看你的粉丝一直在好心的提醒，就是细雨霏霏的霏，细雨霏霏的霏。嗯，来关注好之后来刷王霏霏星空气垫，这一波中的奖的话是一个星空气垫再加一张霏霏的亲笔签名照片啊。好，先关注来再来刷弹幕啊。好，来三二一。好，这边是几个？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有一个错了。就提醒过你们打字要。对的，有一个打成了草字头的飞啊，然后这个就不算了，所以这瓶也是七个，我们会再补一瓶，再给大家来七来三个啊。是的，我们会获得就是气垫一套，还有王菲菲的亲笔签名照哦。刷好漂亮的，快先刷王菲菲星空气垫，不然你没办法中奖啊。好，来三二一。好。对，还有三个名额。一二三，前三个都对，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前三个。TB 开头0746结尾，第二个是ZYL 开头88889结尾，恭喜，再下来就是 Miss 12345。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游戏环节了，我有点慌，就是对，我要进行第二个游戏了，就是这个名字叫做读懂他的心，就其实就是接龙，接龙，对，接龙，就一个人开一个头，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接个词，完了就是把这个话题接下去啊。好好好，那我先来，就类似于编故事一样，编故事是吗？来吧。半夜想吃夜宵怎么办？点外卖，在家吃很开心，心不在焉。什么鬼，这个是心不在焉是什么意思？我的心不在焉。吃外卖吃得很开心，吃得很开心，心不在焉，这已经，你知道是吃得很开心，已经把这句话就已经结束了，没有，还可以，还有心不在焉，在想什么呢？想谁呢？哎呀，我都接不下来。你看看人家，我说你明明不是游戏黑豆，好不好？来，我们再来一个，你先开始吧。好，素颜出门遇男神，你会补妆？用 moonshot 星空气垫，对呀、啊，我可以说对呀、啊，知道吗？不愧是代言人啊！那再来一个，就是出门忘记带手机，喂，帅哥，你这也没接对，忘记带手机啊，你就找路上的帅哥，对，找路上帅哥，借我手机用一下。这是我的号码。太棒了！对，我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哇，厉害！你们大家有 get 到吗？有听懂吗？
哦，真的很可爱。姐姐你在干什么？王菲菲你在干什么？为我玩败事。对对对对，好，这是我的手机号码，还是王姐会。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刚刚就是菲菲也过来我们介绍了挺久的产品，然后也玩了两个小游戏。嗯，对，说不可以，不可以给他们妈妈不允许，妈妈粉姐姐粉不允许，不允许。是的，菲菲这次来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感觉很放松啊，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反正就是闲聊、姐妹聊天、姐妹聊天的感觉。就是对，我也是，因为我每次反正明星来，我都是压力比较。你如果看过我们的直播，如果有明星来，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有陌生人，他会经常会被就评论里就会有人说我，就说你怎么都不理明星？然后就自己在对，就是你怎么就晾着别人？就是真的，就我之前大家知道，就我们直播间就是来的好多明星嘛，然后我就慌啊，然后我就心里又想着我要卖货，我就是既要聊天，同时我要把东西卖出去，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在讲产品，然后明星就坐在旁边也挺尴尬的，然后评论里就说。让明星说点话呀，让别人说点话呀，就在说我了。今天不需要这个环境。今天我觉得可以，就今天我也很放松，反正我是很放松，而且就是特别了解的产品，然后说起来就是自己的体验感也很好。是的，而且你本身你又很会就是种草，而且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直播，就是你自己能够我觉得能播完一场的那种，就是又种草。然后呢又搞笑，就是又很能聊的那种。来我们直播间，我们给你开什么？我们俩都不在，你自己播。对，就我觉得一个人就完全可以把你那些爱用物啊什么的都可以给大家。对，推荐菲菲的 vlog。他们说王姐太会了，可以来看一下我的非常完美，说不定能找到你心仪的物品。就是大家看完就是忍不住会要花钱。对，忍不住会要花钱，是不是？因为之前还有些明星来，就可能就没做过直播带货嘛，就不太知道怎么说。今天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种草视频你就知道了，就有的人就天生就是会就是会分享就是会分享用到好用的东西。因为我平时我跟我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是我说哎跟你讲这真的就是非常的好，你看他这样讲是马上你就忍不住这样买了，声情并茂的。然后我就跟你说等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他说好好好，买了没？没买。强行我来给你买。哇，那必须买，朋友太少了就直接给你买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爱买然后爱分享。就有人说王菲你的女团表情管理呢？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回来特别是做就是开始做自己的 vlog 之后，我性格开朗很多。这是首先第一个，而且跟别人的交流的沟通方式也变得就是活泼了很多。那你自己平时是就是现在这样活泼的性格吗？还是说平时是话比较少的？我平时话很多，但是我见到陌生人，其实我是会比较内向一点，对，收着一点，内敛一点，会慢热很多。因为我金牛座嘛。他也是金牛座。你也是吗？怪不得你们买东西都就是精打细算，这都是推荐的便宜好物啊。你知道我家还有一个，这叫性价比。真的像，而且我家有一个皮鞋，我现在穿烂了，我都不舍得丢，因为虽然我还有一双新的，一模一样的，但现在都我也会。那就是金牛座。我那个鞋，就我在你直播间买了双新的，但我老的那双还一直穿，新的都还没拆，就想把它穿破掉才要穿破换。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金牛座。本牛，但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性价比这个是真的，真的大家要入下。有斑的你可以拍那个201的，稍微呢它的那个颜色会重一点点，中和一下斑的颜色。对，然后如果你特别白，你就拍那个101的。对，然后101你也可以打一些高光的地方，就鼻梁啊、苹果肌啊，都是下巴呀，都是可以的。对，是的。买不了是没货了吗？可以拍，可以拍，可以拍，加好库存了的啊。就是很多，如果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我的脸比较平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就试一下，因为为什么会有高光，但是有些人其实不太适合高光，或者是有时候职场就是觉得说用高光会负担很重，就觉得有点夸张，就妆感太浓。对，妆感太浓，其实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比你原来的色号，比如说我是201的色号，就我就可以再买一个101的色号，在你的这个 T 字的部位，比如说脸颊这儿，
这鼻子还有上面这一块地方就打一点点101的色号，那你整个人就是完就是立体，立马就立体起来了，对对对，就是在一些你想要它凸起来的地方，额头啊、鼻子啊、苹果肌啊，你就去打一些。嗯，不化妆，不化妆可以用吗？就是不行，必须给我化妆。化妆每天就是精神满满的，就是去上班啊什么的。就是我每次，我觉得女生有时候化妆还是蛮重要的。嗯、我不化妆的时候还是。嗯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自信，就化完妆今天化得特别漂亮，走路就到处抬着头到处就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那种很想让大家看到然后来直播间我等着大家夸我，就等着就做好要被夸的准备，是对化妆整个人会更自信一点、不会化妆没关系，气垫打一层也叫裸妆啊，对 OK 的。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像打一点气垫的也隔绝一下，比如说外面的一些空气污染啊，或者一些汽车尾气啊，包括一些蓝光的那个损伤啊，都是对皮肤比较好的啊。嗯，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菲菲来到我们直播间、你的下一个行程是什么？我下一个行程是应该是明天就要走了。哦，就离开杭州。你平时是待在？我最近经常在杭州，因为要录演员的节目、所以我基本上都在这。好的，那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在更多的舞台上看到你的表演。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对，嗯，对对，好，我们谢谢菲菲，谢谢，谢谢，拜拜，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拜。好，舍不得王姐，我说没关系，他录节目的地方离我们这儿挺近的，可以常来玩。下次见，对，下次见，多来多来玩。哎，我坐在这儿吧。